上集超级冰冰冰用切身之痛来告诉大家，168断食可不是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否则可怕的肥胖总司令还是会跑出来找你。不过超级冰冰冰还是要跟大家炫耀一下啦，距离上一次的影片呢，我又瘦了，大家还记得吗？最高是110公斤，现在我105，超级夸张。不过我现在晚餐都尽量减少坏淀粉，应该也是有点作用，虽然我午餐还是蛮常吃意大利面的。另外超级冰冰冰在上一集的最后跟朋友聚餐时居然扬言说要喝一整罐明太子酱，遇到这种晚上的应酬到底应该怎么办啊？我们继续看下去呗。好奇一件事情，就是像有些人可能工作太忙了，中午没办法再准时的时间吃饭，那这样每天不固定的时段进行168断食是 OK 的吗？你可以每天不固定的168，也就是吃东西的那八小时你可以移动哦，是可以的，每天可以不同，可以，但是你另外那16小时是真的不能吃哦，那个才是核心重点。所以假设你例如说你都是中午12点到晚上8点这段期间吃东西，那你万一有应酬，对，好，应酬怎么办？怎么办？那就不能去了。其实那个时间你顶多就说啊，那我人到了，不好意思，我喝白开水，陪一下大家，这样是表示我的决心。知道168断食到底是什么之后，就要来请肖医师教我们一些小运动，让你无痛甩肉。好，那么有什么居家小运动，在家可以轻松做，又可以轻松的减肥呢？是，好，我们现在呢，假设你，我们的情境就是你下班已经回到家里，是，那又很晚，不想外出哈，外面可能又下着小雨，那我在家里做什么呢？我们平常在外面可能快走，可能跑步，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做哦。那这个方法呢，我们俗称叫做僵尸跳，我们就是两脚交替的踏哈。那稍微要离地，等于有点跑起来的感觉哈、那这个呢，一边先这样好，已经这个规律出来之后，双手也可以顺着摆动，头上呢好像有一条线拉着你，可是你越来体力越来越好，你可以慢慢把脚哦抬高一点哦哦，这个是相当累的哦。对啊，那一脚觉得还不错呢，来再打个拳，打个拳，好、哦，很用力很累耶，是这样做呢，事实上你好好运动个3分钟，会觉得会喘。心跳会快起来，是好。那等到现在，哎、现在广告结束了，好，就准休息了。跑步，跪下。那就这样喽，是这样。好，再来，趴下，趴下，是好。这个好，趴下哦，非常好。但是呢，这个还是有点技巧的哈、哦。好，我们双手稍微紧紧，稍微握拳哈、哦。这个呢，手肘啊、哦、要呈90度，啊、哦，呈90度，对。好、哦，那膝盖这边对，现在先膝盖着地，好，对，头低下来，好、哦，这样撑着。最重要这样在训练这个肚子的腹肌。嗯，好、哦，是所谓的核心吗？对，核心，这个就是核心肌群哈、嗯哦，因为我们的后面都有骨头，可是前面这里完全没有骨头，所以都是靠这个核心肌群这些肌肉在撑的。是，好、哦，那这样子这里就会用到力了哈、哦，会用到力了。我的屁股不够下去了，对不对？对 ，OK。屁股要整个是腿。好，好。录个节目好辛苦。这样。现在屁股是高起来的，好，必须要想办法。对，很辛苦，撑着，没关系。1、2、3、4、5、6、7、8、9、10。要不要再一个？好，再一个。好，就这个啊。我整个自己自告奋勇再一个。对，非常好。硬要得到别人夸奖，是来。1、2、3、4、5、6、7、8、9、10。好啦，身为一个胖子，其实每天都有人跟我说，你该减肥了，因为很多人都是从我
瘦的时候，哎，我可以把照片放在这。瘦的时候到现在胖的时候，今天告诉大家很多168断食法，其实我应该会继续执行下去，只要是对，选对食物真的很重要。没有错，食物绝对要吃对，不能说168就随便吃，不可以的。就不能吃一些意大利面啊，还是说？各位留言区的你，要不要就是如果你有在执行168断食的话，可以把一些你知道提问问在下面，我可以偷偷帮大家问萧医师应该怎么解决比较好，算是组成一个自救会啦。好了，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边，感谢今天萧敦仁医师一起来 Tell Me Why Why 玩。同时，如果你喜欢 Tell Me Why Why 的话，记得。再一次，同时，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的话，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你还想知道什么？为什么 ？Tell me why why why， 告诉你这些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下次见啦，拜拜。